本港新增86宗新冠肺炎确诊，有81宗系本地感染，当中37宗源头不明，再创今波疫情最高。初步确诊有60多宗。再多3栋大厦发生小型爆发，宝达邨达怡楼有7个人确诊，分别住3个唔同座向楼层嘅单位。大埔广福邨广智楼亦都有5个人染疫，其中2户系同层。龙盘苑龙山阁亦都有3宗确诊，卫生防护中心会为同座嘅居民做检测。另外，丽晶花园第6座再多1个居民确诊，佢并唔系早前先后出现个案嘅 D 单位，而系住喺 B 单位。其他群组，沙田一田百货再多5个人确诊，包括3个员工，累积增加到17人。田务群组新增2宗，其中1人系东华三院何玉清翠柳怡婷嘅院友。日出康城9座地盤和亞博館群組各有2個人確診。